大家好，我是杜鑫，下面给大家展示一个生活中我们常见的五张扑克牌斗牛的魔术揭秘。如果别人这样跟你去玩，你只有被割韭菜的份儿。这是一个科技和手法相结合的创新魔术，而且不需要任何的基础，别人练3年，你只需要3天就可以，不需要练习任何的手法。我就不展示了，直接给大家揭秘，用自己的手机就可以去表演这个魔术，手机可以放在桌面，也可以把它装在口袋里，表演效果相当的神奇。当然用它作为魔术表演还是非常不错的，不要用它去玩其他的。下面我直接放出声音给大家揭秘，给观众表演这个魔术的时候它是没有声音的。别忘了观看视频的时候右下角有个大拇指，别忘了给杜鑫长按3秒点赞助力，非常感谢。首先给大家讲一下，扑克牌绝对是一副普通的扑克牌，自己在超市小店随便买副牌都可以，和牌没有任何的关系。我们只需要拿起牌正常的洗一下，让周围的观众任意的去切牌打点，勾对吧，勾是从对面发，我直接亮开，大家看一下，直接拿到一个牛牛，牛不牛？你们说牛不牛？就说只要是扑克牌在我的手里，根本就没有别人什么机会，别人纯手法练3年的魔术，用它3天就可以做到。表演效果相当的强悍，展示给大家就是想提醒大家生活中遇到这样的情况避免上当受骗。当然用它作为魔术表演还是非常不错的，我们不要用它去玩其他的。具体是怎么做到的，由于时间的关系也描述不清楚，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，也可以关注我发私信给我。